全球的天使人，大家好。天使发展26周年，来之不易。26年，真正的与时俱进，跨越的发展，大家都非常辛苦了。我们大欧洲区，我们坚守天使的事业。你们一个一个的做出拥有的巨大贡献，我代表天使集团衷心地感谢大欧洲区，大欧洲区的全球家人们，全球的直销商，我们是合伙人，大收千销售，合伙创天下。我们现在在第三次创业的腾飞，我们要聚心聚力，我们统一思想，统一目标，统一行动，我们都要步调一致，上下贯彻统一，口径统一，我们共同携起手来，为了配合运营管理和市场的拓展和量化的都有目标性，才有方向性，这样才能聚心聚力。大欧洲区在后疫情的到来，在这种大家共同提升免疫力，以产品为导向提升免疫力，完全为了抗击疫情的风险，我们共同聚心聚力，我们大健康16个专区在这方面还有真正的体验店的去落实，叫以网总代店，店总代网的店拓店，能跨地区，能跨国界。这个店拓店是我们的一体自种自种的模式。第二，我们的营销新模式叫社交新营销的新模式，我们大家共同携起手来，为了我们这个新模式，我们大家共同携起手来，提升免疫力，共同加油，健康人类，服务于社会和造福于社会，谢谢大家。